现在也都没有能够再重新回到5秒后到达战场的舞台上，所以希望火爆一定要把握住自己最后的一次机会，进入到比赛。蓝色方火爆，红色方 XYG， 我是小波，我是小波，我是朱峰。这里感觉 XYG。先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各位二路解说，助阵2023年 KPL 春季资格赛。现在打开快手直播间，瓶子、淋雨、蓝烟陪你一起看比赛，为精彩赛事打 call。对 ，XYG 这里是预判里的预判，结果别人在第一层就撞到枪口上了。这把是顺利的抓到对线，而且火爆在前期有线权的话，这个线是换不出来的。哎呦，打一套，九域已经半血，剩三分之一左右了。这戈雅前面还是对线能力还是很强的，好吧，护甲一出感觉打大部分射手都是没毛病。对，否则我这个猪八戒打蒙恬，然后戈雅打马可，我想做三线 U 都要扛一会儿压了，第一步就没做到。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像在中期一定要去，那我们这个因为跟团的情况，因为上官婉儿这个中线抢中线能力还是比较差的，所以西河也一直先要跟着中路。这把出剑的中期非常的关键，就是队友帮助你把节奏点就在于梦第一波四级，很关键，要站出来。是，然后对于 XYG 来，库奇是没有选择快速清兵啊，你看他一枪出的还找了个角度，只是为了戳一个兵，把整个节奏打出来没有，然后再要稳住，把中期继续加强。好，还差一波线，像一直频繁在露娜的野区探查，差一波线，这一波有点不好打，要抢一波四级线，没被拉过去，可以。八戒用自己的肉盾，好，四级到了，躲开了。只是抱团找小机会，因为上官这时候下一波也没有爆发，看看后面要到四了，有没有失误嘛？看两分钟。我们会发现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啊 ，XYG 在前期抱团抱得非常非常的早，而且作战的意识很强。没错，四级。我觉得这也跟他们这个 okay， 这局比赛的阵容，首先他们的这一波节奏怎么带了，而且对方又是一个对线很强的戈雅，他们就尽可能的放养一下秀豆，时不时的协防一下，更多的把自己的重心放在自己的上半区。是的，这把既然对线都被别人抓住了，在前面是没有办法做一个换线。所以 XYG 的选择就是，我不仅要抱团，而且我抱几乎都是大团，我就是动不动就四个人过来给到压力，一旦线上找到机会了，他就一定会出击，像第一局一样。他兰陵王加上官婉儿，他也很急啊， okay， okay， 因为这两个英雄现在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入侵能力就很强了。看九月一直在往野区在进了，要控住娜娜兰了。哎，猪八戒，这波很关键了，兄弟们，把握住。先卡野区的这个野怪刷新，蓝 buff 刷新了，看到了。这一波露娜慢慢的拉扯过来，我在往那边靠，也在往中间靠，蓝 buff 被粘到了，是蒙恬没咬到，可以。这边打一套蒙恬，直接一套可以复活打出来了，卡住位置，进去刷两下，开飞，直接给打残酷，先闪戳一下，但是伤害够不够，差一丝，自己是一个残血跑掉。然后秀豆也赶到正面战场，刚刚在侧翼啊，一梭子直接把。这样的话，这个蓝 buff 怎么说？大招飞起来了，我的天，这个刹车杀了半分钟。可以，蓝 buff 抢到了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蓝 buff 还是被 XYG 给反掉了。是的 ，nice， 确实这波反蓝很关键，露娜没蓝，大家都懂的。我是没有想到，在蒙恬大招结束之后 ，XYG 我以为梦的大招已经断了。对，我没想到他这一波刹车杀了半分钟。这个十八这个点的话，跟昨天的比赛是有很大的进步的。昨天的十八你会发现他在拿到线优的时候，他不会过来支援的，他往往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线上，推线或者在压线，然后他自己在野区就已经崩掉了。但是他这把的一个戈雅来的是非常早的，说明也意识到这个点了。哎，不行，这里大招开起来，闪的，拉起来，快跑，跑掉了，好好好好好，好像不太够。库奇这里还是比较小心的，这个伤害不够，塔下，好事。那这一波有没有进红的打算？刚刚这一波有点可惜，没有，只是给点压力，给点压力。但是第一套的所有爆发伤害每秒这里啊，大大秀豆拉开，断了一下，哇哇哇，往前，哎呀，进了个草，没死掉，丢失视野了。是的，对，这一波非常赚，这一波是吧？不过这一波是我的话，可能就断了，因为那个炸弹猫给了个二一技能，很容易就把我给打断了。好吧，这波是必须判断刀，这波大招拉开，要接一下，稍微接一下。我去，还行。火爆想要去对抗路协防这个边一塔，那这样的话把状态给打掉了，上路塔就有了呀。状态还是能够成功的把这个塔给推掉。Nice， 不敢守血，十八这里血量很残了，必须要回家。现在已经是打到了一个四分半多，马上下一个蓝 buff 了，下一个蓝 buff 了，都往里面挤。这个蓝 buff 又要来，火爆是想守的，但是人第一时间没来齐。OK， 蓝又反到了。
而且剑豪周露娜也放弃守这个蓝了。嗯，感觉初见也知道自己顺手再开一个暴君，直接继续带线。主要是在刚才那波交火的时候，像是利用上官和兰陵王的消耗，嗯，蒙恬是在下路先带了一波线，这样的话露娜被迫要清线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再过来做一个协防了。对，这样的话 XYG 因为谁的上官娃都像你稳定的蓝 buff 的一个不要拉踩啊，他们的节奏点后面就一直会围绕着露娜的这个蓝做文章了。没错，做好兄弟不要拉踩啊。来讲他在昨天比赛里面就是野区的掌控能力是很差的。嗯，在线就是在远端线和自己蓝 buff 的一个刷新时间中，往往做的是，就是往往做的不够好。远端线往往是被别人先带了之后，自己家蓝就守不住了，就是提前量没有对方。现在经济是领先不多啊，包括指挥是有关系的。是的，而这局他们做了一些的现在变化，再往中路给点压力。一个他知道守不了了，所以出剑也不过来，知道露娜位置了，发育，然后把对面下一塔给带掉。对，而且还拿下了一条暴君，嗯，直播损。那现在的经济差已经慢慢。现在下路塔我们要推掉了，好吧，下路塔也要推掉了。关键的点还是在应该还是不准备进这个红，把所有人的状态都保持好，持续对蓝 buff 发起进攻。上次经济没有拉开，那是因为火爆这里有太乙真被动，全部就去踩视野了，很舒服的。对。这波蓝 buff 看一下豆子的装备，豆子哎可以这边闪现直接开开戳大招再转，直接倒了，能不能守一个起身，还差一下但打不到了，方圆阵扛伤害，最后一口血回上来了，可以，露娜倒了，兄弟们酷鞋他又活下来了。林梦这隔墙想飞的但是没有，好好，那中路塔也可以打掉了，主要是劝退对方不要继续追击。嗯，然后中一塔拔掉再收个蓝 buff。 嗯，从这波可以看出来科亚的一个伤害量首先非常低，而且在第一波的一个交战的时候 XYG 基本上没有花掉什么成本就把太野大招就打出来了。没错，就仅仅是蒙恬的一个一闪。秀豆在这一波团之后也出到了末世自己第二件装备了，嗯，两件套。所以说现在这个比赛看起来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XYG 变了，他对戈亚的优先级没那么高了，因为戈亚，嗯，他真的只是对线厉害，他让人强，他让选手很难受，就是经常会有选手就是我打这个英雄我对线很难受，就你无从下手。但是实际上作为教练来讲，你要去考虑对线难受是一方面，但是这个英雄实际上他是有自己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对，他在中期他的在团战里面所做出的贡献是非常非常之少的，就更重要的还是下一波了的作用。对的，走怪塔都往里面拔了，也需要控制住特定阵容适合康特出吗？对，他这边秀豆直接二技能起脸，可以，好凶啊！对，掉了点血无所谓，许和子直接奶上来了，下路塔也拔了，点掉了，没错。初见现在思路就是我能不参团就不参团了，现在哪怕来参团作用比较小，不如把边线带一带，稍微拖一会儿时间。他要保证劣势的时候有一条线是出去的。嗯。但是下一个蓝又要刷新了，今天 XYG 在第二局比赛就是目标非常明确。我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打你露娜的这个，好的，这个大招没有消耗到血量，开始压塔了，不挂到了九鱼身上，这一天也没有填中。嗯，猪八戒一技能又一个大招，侧面再飞，带人给一个大招，要进场了，回拉可以先拉出来，打了一个大招可以了，就意味着这个蓝 buff 下一波补补状态，因为现在林梦身上是有蓝 buff 的，他大招好得很快，好吧，这波没有必要强行往里面飞，飞也飞不死，还容易被流，那这样呢就把别人状态打回去了，开始压塔，非常值得商榷的两颗雷啊，因为你闪现，哎，二技能拉开了，骗出来了，好像还行，一技能在打伤害，再打一套，不，这波火爆算是把所有的大招跟进攻开起来之后，还是没能够爆发人头，就包括甚至这样的话，十分钟的点快到了，还是求一手稳，打一下主宰暴君。在这个时间点，他们阵容所能制造出来的最大伤害是沈梦溪的两个大招，对，他偏偏在沈梦溪两个大招全部丢完了之后去打一波，这波打，因为他们不知道兰陵王又要打，婉儿要飞，哎，婉儿往后走一步，好好好，在前面蒙恬拉开可以，对面给他倒了。就我刚才说的那个点，他们不知道兰陵王。云梦下来的时候是九月在旁边疯狂逛啊，疯狂掩护，疯狂亮灯灯。输的，对，因为他们在这个时间点没有伤害了，沈梦溪两颗大招全丢完了。他需要剑心的沈梦溪打一个前置的大招的铺垫，再来去开团。对，包括我刚才说，刚才剑心的第二个大招，他在第一波大招交完的时候，自己的猪八戒已经残了，这波团是肯定打不了了。对，他那个大招直接交给人。没有意义，因为这波团打不了了，我把大招交给你，必须要撤了，我线也守不了，团也打不过，我还要交一个大招，他我把自己的底牌还丢了，
然后火爆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现在这个也杀不了，非常肉。对，一个人站在这里，发起伤害，我们就把前面都卡住了，他们都觉得后面有万千兄弟。那么沈梦溪跟露娜，不仅是拿捏得很稳的。火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抱团抱的是紧，其他四个点露娜不来参团，但是视野呢，猪八戒现在又很脆，他不敢往前去顶。蒙恬一个人卡着他们，打到半残了，扛不住，有杀猪刀还在对面。然后又一个兰陵王一直在你身边，不停地威胁你的后排哥呀。然后秀逗这一把他打得像个刺客一样，对，什么二技能过强上来再补一发，就是为了 A 你一下，两杀二塔再带掉，在这个时间点的所有的外塔都破了，太够了。嗯，就当你在比赛中看到一个马可波罗所有的二技能就是往前为了打你的时候，就说明他们的优势有多大了。闪现好，没开到无所谓，再点开始拆，猪八戒残的一下又一下，露娜过来做一个拆火，吸两个，但是自己也只能是赶紧断大走，不然自己就要被留下了。梦还捏着刹车在啊，已经不错了，但是后排的输出位置那这样的话，猪八戒是把闪现给交了，那他们这样强行开团的人就没了。看到这个桑奇也是早早的把这个指环做出来了，那豆子要快乐起来了。哎，太爷，是这样，没事没事，拉开拉开拉开，往后走，蓝脸王过来打一道，太爷人给个复活，猪八戒收一下收一下，露娜倒了，可以，柠檬大招在 B 位置。往下面压塔压防御塔，可以再转中，中路还有主宰先锋的。对，难道说我们想一波吗？把人逼退，对面少一个打野，这里再一炸炸到蒙恬，打到拍起来，哇，这波回血拉满了，要打人，龙还是清掉了，再转中，再戳再戳再戳，残的可以，那先把这个中路塔给点掉吧。但是没有，又是一口奶，好不好？不行，屹立不倒，伤害也有一点点欠缺。对，现在 XYG 可以选择撤退了。现在火爆的问题，他缺一个再一口收割战场，还是不倒。嗯，能够收割残局的人，因为沈梦溪在刚才那波团战中间是才把梦魇之牙做出来，对，然后整体是有一个制裁的一个效果，但是伤害现在是明显不够了，完全不够。现在这个酷邪的蒙恬根本处理不掉。刚才说到他选戈亚的话，后期的一个团战是，哎，这一波抓到了。抓到修斗，没事没事，二三连招再次逃脱掉两段位移。对，他中武器的一个团战是值得去。他们现在是经济优势是吧？装备特别好，第一个点抓没有那种暴力输出，应该是一波打不死的。做不到的，现在感觉要火爆。酷邪就很快乐啊，一个人在里面到处乱捅乱捅，经济差6000块。现在就是戈雅，感觉点他就给他回能量了。他现在有一个大招团战都赢不了，他需要攒两个必须砸到多人。对，但是 XYG 应该是不给你这个时间了。是的，中路有超级兵的兵线已经送进来，露娜想去飘人，那飞了一下，大招已经开了，可以不行，又顶在前面是吧，顶在前面不让他们过来拆塔。这个暗影暴君呢，你说子弹往里面卡，可以梦起来两个人飞起来，一波灵性刹车输出拉满了，这波防守做的拆方圆阵一开，蒙恬点不动啊，所有技能已经全部交上去了。 XYG现在只需要做到的是补一波续航，顺着超级兵再来打招，再转转三，可以猪八戒被转死了，豆打一套，太乙扎架，有一手一技能往里面拉，兵线已经进来了，喊他们卡一下，卡不了就稍微要不要先稳一手。上路还有上路的兵线也来了，下路的兵线也来了，可以点基地了吗？这个露娜，哎呀，稍微走一下可以，这是什么？梦已经把对面的射手给飞死了，那现在点基地赢了，没办法，最后让我们恭喜 XYG。